好，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《兰陵王》，收视率哦，真的非常的高，那么持续发烧。而剧中的六位男演员，包括了冯绍峰、胡宇威、魏千祥等人，都是180公分以上的美型男，网友呢还把他们称为是“兰陵 F6”， 成了现在最火红的偶像明星。其中胡宇威在出席活动的时候，还很自信的说自己是六人当中最帅最美的。里面谁最帅，谁最漂亮？哈，当然是我啊，也是漂亮。出席活动，剧中饰演安德王的胡宇威被封为第一美男子，面对冯绍峰、陈晓东等人，大方表示认为自己最帅。不过另一位在戏中痴痴守护林依晨，被封为中国好闺蜜的魏千祥，十一号下午抵台时，一身劲装还戴墨镜，和戏中角色相比直接变成美男，抵达机场时还引起一阵骚动。这个闺蜜的这个称号能套在韩晓东身上，我觉得还蛮荣幸的。那你自己身上有哪些闺蜜的特质跟韩晓东有一样的？那我的朋友很多啊，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大概不开心啊干嘛的，我会陪他们去吃饭，去陪他们开导他们的心结。态度谦虚，网友对 F6 也各有喜好，各有拥护粉丝。兰陵王主要角色纷纷来台宣传，合体出席肯定又会引起另一波骚动。中央新闻网综合许中颖台北采访报道。